蛮开心的。今天早上就兴奋到5:30就起来了，就因为这么早要彩排嘛，可能就是真的很有一点嗨吧，然后就觉得好开心，好开心这样子，因为很不容易嘛。大家都知道，2020，然后我们都经历一些过程，每一个都一样，所以，然后这一次又可以真的比如说跨年还是如期的举办呢、啊，我就觉得心里是很激动的、啊。那儿子知道妈妈要唱跨年？他知道啊，对啊，我有考虑可能带他来拍拍照，可能不一定要看明天。他就说哦，你要在那个广场外面唱那个户外的样子，然后他就好奇，就是像问一些曲目啊这些。他会唱你的歌吗？他会，他们学校那时候之前有活动运动会散场的时候放的是小手拉大手然后我就说啊，你有没有很开心学校都放妈妈的歌，他就讲嗯还好然后对，没有，他们就很可爱啦。对啊，然后老师其实之前有音乐课的老师有跟我要小手拉大手的乐谱，是弦乐的乐谱，因为他在学乐器这样子，然后我蛮开心的，原来这些小小的歌都有起了大大的作用，可以到小学群都还可以唱。所以是妈妈为偶像吗？部分而已我现在视他为偶像，因为他会的我不会，对，就他这么这个年龄会的，以前我都不会，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对啊。跟同学炫耀吗？是在大学时？他的同学或者是我去接下课的时候会出来问我说：“请问你是那个唱歌的谁吗？”这样别班的，然后我就看着他们说：“你说呢？”就有时候就逗逗他们呐、啊，对，但是其实像。大家都还蛮 nice 的。Yeah.